今天为大家介绍车款，是我也非常期待的一款车，就是福特的 Mondeo Hybrid。好，那这台车大概是继 Toyota Camry 也好，甚至 Lexus 也好，第一台比较普及，而且价钱是大家可以接受的油电车型。那它有几个优势啊？第一个，它是原装进口；第二个，它的排气量只有 2.0， 所以税金会少一级；第三个部分就是，除了日系的 Toyota Lexus 之外，我们终于可以看到另外一个车厂也开始引进油电车型，所以对于消费者来说是好事，大家的选择可以更多。那在保固的部分呢、啊，我相信是大家比较担心的。那原厂目前提供了除了原车3年不限里程之外，还加码就是八大主要的零件项目呢，提供延长2年的保固。那至于在电路系统和电池的部分呢，它的保固是8年16万公里。所以原厂刻意的在推出一个全新的油电车型呢，把保固拉长，而且电池的保固拉得更长，让消费者买这台车可以比较安心。那我跟大家讲一下它的售价，它的售价目前只有一个规格，它的售价是139.9万。我们来看它车的造型啊，它有几个重点。第一个，我觉得它的引擎盖和保杆这边有色差、欸，我应该没有色盲，因为我以前是空军的视力，可是这个地方有点色差。啊，那整个车头当然还是有大家非常喜欢的马丁头，有5条镀铬4条，加上马丁头的水箱护罩造型，头灯的配置全 LED， 远近光灯、序列式的方向灯，包含了日行灯、昼行灯，全部都是 LED。不过下方在一些黑色镜面烤漆包覆的雾灯呢，却是传统的灯泡。车色的部分呢，有几个小小的重点。第一个，大家一定看得很不协调的轮圈，原厂的轮圈配置只有16寸。很奇怪的轮圈配置，我想应该是为了成本的考量。它的轮圈尺寸是21560R16，然后在前门旁边写的 Hybrid 名牌，后视镜上方，等一下后视镜这边又很明显，就是后视镜和门板的也有一点小小的色差。我想可能是因为这台车的关系，大家未来去展示间可以稍微比较一下。上方有 LED 的方向灯，以及内侧有车侧的盲点系统。车身的轴距10码。和一般的 Mondeo 是一样，唯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的车重， 2.0 TDCI 是1695公斤，可是在 2.0 Hybrid 稍微轻一点，轻的25公斤，是1670，但是它跟 2.0 的 EcoBoost 比起来， EcoBoost 是1645公斤，所以又重了25公斤。另外还有一个重点就是油箱的容量， Mondeo Hybrid 的油箱容量只有 51.5 公升，一般两个燃油版本它的油箱容量是62.5公升。整个车尾的造型设计也和一般的 Mondeo 很类似，在保杆周围有一点黑色镜面的烤漆，另外排气管是隐藏的设计。我们刻意的把尾灯打开，你可以看到就是方向灯、小灯、后雾灯、刹车灯全 LED， 只有倒车灯是传统的灯泡。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在尾门的右方有一个 Hybrid 的名牌，然后在福特常规的下面有倒车 CCD， 因为它内建的音响系统是比较高规的哦 ，Sony 的音响系统包含了一个萤幕。接着我们来看它的引擎，首先油压顶杆单支的有引擎的隔热棉，这具引擎比较有亲和力，因为排气量是 2.0， 我们一般所接触都是 2.5， 所以税金少了一级，虽然2400上下税金差异并没有很大，不过有总比没有好。引擎的部分在左边，右边的话有橘色一些线组，这边就是电力系统的部分了。它的引擎排气量是 1999cc，引擎的最大出力140匹在6000转产生，扭力的表现17.6公斤米，4000转会产生。但是另外它还有电动马达的部分，电动马达的出力最大扭力可以达到23.8公斤米，在1500转就可以产生。综合的马力输出是190匹，那 Camry Hybrid 的部分呢，综合的输出是205匹，因为毕竟两者的排气量还是有点差异。搭配的变速箱是 ECVT 无段变速的变速箱。悬吊系统前麦花臣后独立的多连杆悬吊系统，那消费者最关心当然就是它的油耗，因为毕竟油电系统会买这类车型的消费者在意的当然就是油耗了。它的平均油耗在市区是27.20公里，非市区是23.96公里，平均油耗1公升可以达到非常惊人的25.1公里。
所以我们打开有电磁阀的尾箱，哦，这个尾门非常非常的轻。打开尾箱之后，你会看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，就是它的尾箱的空间有一个很不规则而且很突兀凸起的地方呢。这个下面摆的就是电池，也因为这样子，它的行李箱容积会受到影响。虽然椅背可以做倾倒，但是高度的部分在轮轴后半段呢，因为电池的缘故，所以它的高度你大概只能用到轮轴的前半段，这个地方还有一点行李箱的空间可以使用，但是后半段它的高度就受限了，因为毕竟要放电池。然后在后箱帐板下方也没有备胎了，取代的就是打胎机和补胎机。接着我们介绍它的后座的空间，首先膝部空间两个拳头整，头部空间这边有一点小小的凹槽啊，所以可以创造出大概3到4个指头的头部空间。后座的乘坐品质和前座很像，发泡棉的设定呢稍微偏硬一点点，不过乘坐起来舒适性表现还不错。那中间地板鼓起的面积可以接受，后面坐3个成人呢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。然后后方有冷气出风口，下面还有一个12伏的电源供应。比较重要的重点有几个，第一个就是它的安全性哦，在被动安全的部分是9具气囊，有2具气囊比较特别，这是首次见到，就是这个安全带这边有一个气囊哦，当今天如果发生撞击的时候呢，它这边会自动的充气，可以保护到乘坐者的胸腔。然后后方有2组儿童安全座椅的固定扣。那在主动安全的部分呢，除了循迹系统之外，包含了车侧盲点、车道偏移、行人侦测，全部都是标准配备。唯一一个没有的就是 ACC 的自动跟车系统。然后后座这边有一个中央扶手，扶手这边有2个杯架，以及一点小小的置物空间。比较碍眼的就是这个中间这个头枕，这个头枕如果你把它站立起来的话，它大概会遮到你后面30%的后视镜的视野，可它怎么关？这里，但是只要扣过旁边这个按钮，一按就可以把它倒平。一般人我想应该都会把它倒平，因为这个后面这个中间这个头枕太高了，这样的话会影响到后视镜的这个视野。按一下就可以倒平。接着我们来看看内装。说到内装呢，其实这一次的 Mondeo Hybrid 有很多在以前的 Mondeo 看不到的东西。首先我们启动引擎，它有引擎启动钮，包含了车门有感应钥匙。启动引擎之后呢，首先看到第一个就是上方这个萤幕，这个 Sony 的萤幕呢，包含了喇叭数，包含了它可使用的范围，还有它内建的系统呢，也是在 Mondeo 第一次看到了。之前你不管买到多贵的 Mondeo 都没有这样的配备。另外它当然内建的 Sync 的系统，Sync 系统我们之前示范过了，不用再为大家示范一次，因为跟它沟通有一点语言上的障碍。而这套系统除了空调的资讯之外呢，其实比较重要的重点就是在下面这边有个好像叶子一样的一个按钮，这样按下去之后呢，就是一些动能回充啊，包含的引擎和马达的运作啊，以及你使用电池的部分，用在它的空调，用在它的电机啊、发动机啊、驱动力啊、燃油系统的使用，全部都可以在那边做显示。然后下方是音响的一些旋钮，包含了空调系统，空调系统是双区的恒温空调啊。然后在下面有一些置物空间，以及一个12伏的电源供应。然后这边写的 Sync， 它的是 Microsoft Sync 的系统。变速箱搭配的是ECVT 的变速箱，并没有手势牌的功能，方向盘后方也没有换挡拨片。不过在排挡杆旁边这边有个按钮，这个按钮很像之前其他福特车系啊，就是加减升降档的按钮。不过它是一个陡坡下坡的辅助系统。然后在排挡杆两侧呢，右边这边有个 P， 有个方向盘的，这个是自动停车。当你按下去之后，仪表板中间这边会显示你要停车停哪一边。方向灯只要一打，像你现在打右边，你现在停右边，它就会显示右边，它会侦测右边。那你相对的你打左边呢，它就会侦测左边。然后后面是停车雷达的开关，以及电子手刹车，它并没有 auto hold 的功能，它只有电子手刹车。然后后面2个杯架。以及有一个扶手，扶手里面呢有一个音源，声音和影像的音源供应，还有 SD 卡插槽，以及旁边还有一个12伏的电源供应，以及2个 USB。仪表板是另外一个重点哦，2个 LED 的显示的萤幕，左边主要就是显示你的能源效率，
可惜就是它没有办法显示中文，它只有英文、法文，还有一个好像西班牙文，只有三个语言。那在左边呢，能源效率之外呢，它有分为很多种啊，包含了引擎和电能呢彼此之间的出力的切换，电池的容量以及传统汽油、燃油的容量。在行驶的过程中，你可以切换各式各样的仪表。有一种仪表就是可以告诉你，就是你目前使用纯电动行驶，你只要不要超过那个框框，原则上它都可以达到纯电动，只要电池容量够的话。然后旁边有车道偏移系统的警示。右边的话主要就是一些音响的控制啊，包含了你的能源效率，你行驶了30分钟用了多少的燃油，以及你的平均油耗都会在这边做显示，以及蓝牙电话的配对啦、AUX 啊，以及你要听电话里面的音乐都会在这边做显示。而方向盘一样是三幅式的真皮包覆，左边的按钮就是控制左边的萤幕显示，右边的按钮控制仪表板右边的萤幕显示。那左下方这边有定速装置和限速装置，右边的话是音响大小声，还有 Sync。大灯雨刷都有自动启闭，在传统方向灯拨杆旁边这边还有一个按钮，这个就是切换开启和关闭车道偏移系统的开关。两张座椅都是真皮的包覆，都有电动椅，而且它有加热椅的功能。加热椅的功能在音响按钮的旁边，并没有通风椅。驾驶座还有三组的记忆装置，然后两边的电动椅都有电动的摇靠。这两张座椅呢，大腿的支撑不够，可是除此之外，其他的表现都不错。包含了它的发泡棉的软硬呢，是偏向于舒适没错，可是在支撑性的表现其实还不错，左右两侧的包覆性也还不错，唯一的差异就是大腿的支撑稍微少了一点，然后上方有一个标准尺寸的天窗。试驾心得的部分啊，我建议未来所有的网友，我还是那句话，就是你试车之前最好准备一下这个胎压表。一个轮胎的胎压真的可以决定很多事情。我刚刚牵到车的时候一开我那个轮胎还有这个悬吊，基本上车快散了，而且非常的弹跳。就算它配到扁平比很高，而且16寸的轮圈还是很跳，完全没有舒适感。那我们把热胎压前面降到 250， 后面降到240，可是这样开起来还是跳，我搞不懂，可能是 Mondeo Hybrid 的悬吊，它的设定和一般的 Mondeo 不一样。我以前试驾 Mondeo 的时候，就算轮圈配到18寸也不会这么跳，可是今天配的是16寸，而且扁平比这么高，但是开起来的感觉还是弹跳很严重。大家去试车的时候可以多注意这一点，也可能是这台四人车的问题，或者是每一台车都这样子，可能是这个悬吊的特性它就是这样设定的。我们在这个一般的道路行驶，只要碰到坑洞，它的弹跳而且避震器和轮胎的噪音很明显会传递到车内。第二个部分就是它的电力系统以及变速箱，原厂号称纯电动行驶可以达到135公里，和我们之前试驾的 Camry 和 Lexus 的油电车系比起来，他们大概80多公里以后就没办法纯电动行驶，可是 Mondeo 可以135。但是很可惜一点，就是今天我们试驾的车是试车牌，没有办法上高速公路，只能在一般的市区驾驶。在一般的市区驾驶，我们来分为几个重点来讲。第一个，纯电动行驶还是要靠你的黄金右脚，你的黄金右脚踩得很深，基本上它每一次都会启动引擎。可相对的，你只要轻轻的含着油门起步的话，它的电动行驶的方式呢，确实和我们大家所熟悉的油电系统很类似。在仪表板左边，在内侧这个 EV 蓝色的，这个就是纯电动行驶的符号。那当今天启动引擎之后，外缘这个灰色的，它只要一启动之后呢，就会变成灰色的，灰色就表示引擎启动了。那在引擎和电切换的过程中，你不会感觉到很突兀，但是有一个地方和 Toyota 不太一样，就是它的引擎启动之后的噪音，它的噪音的宁静度和精致度没有 Toyota 来的好。因为我曾经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 Lexus 车系，包含了 ES， 包含了 GS， 那今天甚至我们常试驾的 Camry， 那今天我们试驾了 Mondeo 之后，你会发现就是它引擎启动之后，引擎的抖动，引擎的噪音会显得稍微大了一点，但是在电
和引擎之间的切换的过程中，它技术上算是很成熟的。变速箱的搭配，因为毕竟它也是 CVT 变速箱，你看它那么跳，我们的路况并没有很差，可是车身晃动，而且车身弹跳很明显。那变速箱它的踩踏的过程呢、啊，油门的踩踏呢，你很好去掌握它的间隙以及它的深浅，也就是说，你要纯电动行驶，其实你很容易透过你的右脚去掌控，你不会才让它踩了以后发现啊，它怎么已经启动了？其实大概只要几百公尺之后呢，你就可以掌握它的油门的踩踏的方式。刹车，第一个它有回冲的功能，第二个你收油门它就开始回冲了，第三个部分。现在这个很明显，有没有很像捷运的声音？这个部分它的声音的抑制大概比 Toyota 车系多那么10%，动能回冲这个有些像捷运的这个声音呢、啊，它会稍微大声一点。但是油门和刹车的踩踏还有掌控上呢，和一般的汽油车是差不多的。那我觉得 Mondeo Hybrid 它的特性啊，有几个，第一个它的底盘比较欧系化的底盘呢，不像日系车。当然，我曾经有讲过 ，Toyota 车系除了在做 SUV 以外，其实它做油电车哦，因为后面多了一个电瓶，其实它的配重会比较好，加上它的悬吊也不一样，所以你整个驾驭起来的感觉不太像一般的日系车那么轻飘飘，像亚瑞斯啊，像 IoTS 这么轻飘飘。那今天换到 Mondeo， 其实 Mondeo 本身它的悬吊的特性就已经很棒了，那今天因为后面多了一个电瓶，多了一个重量，虽然牺牲一点行李箱的空间，可是整个行路过程我比较没办法适应的是它的悬吊避震的特性，除此之外呢，整个开起来的感觉呢，扎实性和稳定性表现很好。那今天因为试车牌，所以我们很多东西又没办法做，那我希望未来在很短的时间内可以有机会跟福特再去借一次这台车，让它可以挂一下正式牌，然后我们来跑一次150公里的油耗测试，看看它的油耗，它的能耐是不是真的像他所讲的，1公升可以跑20多公里，而且纯电动行驶可以达到135公里。我相信这会是很多买油电车，尤其第一次买油电车的消费者啊，他们很在意的关键之一。但是其实油电车啊，它不像一般的插电车或者是纯电动车。油电车其实你不要把它想成说纯电动行驶有多快、有多远、有多长。你要把它想的就是，当你今天油门踩50%的时候呢，也许它有20%是靠电力在辅助，你只需要用到30%的汽油。当你今天刹车的时候，它动能回冲；停车的时候，它熄火。可是呢，冷气一样运作，音响一样运作，大灯一样开启，这些都不是靠汽油、靠发电机在运作，在给这些电力系统的能源，而是靠的就是油电系统的电的部分呢。你平常的开车移动过程中的动能回冲，不管是在加速过程、上坡过程，或是在等红灯的时候呢，你可以享有别的车子可能还坐在发动引擎，而你是熄火的。再加上它的移动过程呢，随时可以享有纯电动行驶的乐趣。好了，最近很多人在问说，我们怎么都不做油耗测试？就虽然油价那么便宜，谁要做油耗测试？等到油价贵的时候呢，车厂就开始来烦我了。可是现在油价很便宜，所以车厂对油耗呢就不是很在意。那据原厂表示，这台车目前的接待情况很好，加上很多展示间目前还没有试乘车，所以有些消费者去上门试车都试不到车子。不过我相信慢慢会越来越普及。这台车的上市，我相信会创造一波话题。以它的售价跟之前的纯燃油车比起来，它的价钱其实并没有高很多，然后加上还有多了很多主动安全，而且高科技的主动安全，甚至包含被动安全，气囊数也增加了，加上它的影音系统以及非常酷炫的仪表板，你拿它跟一般的 Mondeo 的燃油车款比起来，不管是汽油或柴油，你再比较到今天的油电系统，其实它有很多让你惊喜的地方，不管是移动的过程，不管是你发动引擎，不管是你开的音乐、听着音响，各方面的表现呢，我觉得它是目前市面上有史以来最成熟、最富科技感的福特 Mondeo Hybrid。